布丁自从有了新窝，整天都腻歪在窝里。出门晨练也是没一会儿就想回家。躺下让我摘口水晶。还是狗窝舒服。吃饭也要在窝里吃。吃完立马回窝。你怎么刚吃完又去睡了？起来锻炼消化一下，过来集合。休息，立正，向左靠拢，向右转。向前踏步走，好，休息，动作不规范，休息，地震，好，奖励你，吃零食都要在窝里。